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，主席鲜花联络处将举办二零二二年岁末祝福祈福活动。活动将回顾二零二二主席大事之外，也恭请净师净舍师父带领大众点传心灯，为自己、为家人，更为全世界共同祈福。同时发落伊福慧红包，甲大众结一份欢喜的福慧缘。消防队第四救灾救护大队长蔡国宝表示。那我们今天哈就结合慈济的岁末祝福，还有我们消防局哈在年底都会一一九扩大朋友宣导，那我们做讲两个活动来做一个结合。那我们透过在不同的受众的部分的话，希望这样在年底的时候，大家在用火用电，还有一些天冷的时候一氧化碳中毒部分的事故可以减少。所以我们今天在除了慈济的相关活动以外，我们也办了相关的CPR。灭火器操作，还有一些相关的闯关活动，希望让民众透过在操作的过程之中，能够学得一些防灾的知识，然后大家在年底的时候能够平安过个好年。主席基金会卢放林素香书记表示，我们这个岁末祝是每年都会办，但是就是说，我们要感第一，我们要感恩长期付出我们慈济的，然后我们就会每年，但是都是不同，会结合社区，然后再让有一个元素，比方说今年我们就是还是推树，还有那个什么呢？要如何？因为我们现在的地球暖化嘛，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。因为所以说我们呢，因为我们都会结合社区嘛，所以我们今年就比方说我们主场有一个是，内场还有外场，然后我们就缩短说分两部分，一部分就是一小时是内场，然后一小时是外场，然后让它融合社区，就是还有那个消防啦，然后交通啦，这样一起来宣导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主题，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真的非常重要，是要环保，还有推树，因为现在地球暖化，然后让更多人、更社会，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，然后让我们的地球不会那么快的崩坏。为守护家园安全，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第四大队也将率员到场举行防火宣导活动，精心安排各项闯关游戏，让大家体验。共计有套圈圈闯关游戏、农夫架甲涉水体验、CPR 甲 AED 宣传体验、地动体验甲宣导等寓教于乐的设计活动。同时，场外也设有蔬菜摊位，和会众品尝跳脱传统刻板印象的美味素食。在这个充满感恩和祝福的岁末年中，咱即将迎接新的一年。诚挚邀请你的莅临，一同感恩这一年来安然无忧，祈愿来年更加平安顺遂。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。